家还忙活了不？不是，小点声干啥呀？那为啥你会住在这边啊？啥意思？我，哎呀，那我改啥呀？我给你改。哎，别，别。哎呀，老公。啊？对不起。没事，我先回去干活了啊。你在找我啥呢？没啥，神神秘秘的。看，哎，你啥？你先过来一趟啊。哎，好嘞。你有秘密？我没有秘密。咋的了？要跟我赔礼道歉呢？来，算的。新手机。哎，你这怎么没有用的？哎呦，换新手机了。是不是没品味了？哎，我给你品，我祖传手艺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不要。对，老板就是老板，用的就是好玩啊！哎，怎的？嗯，老公的呀！啊，哎，你这什么人呢？你有你，走了啊，山丘了。Later， 哎，来电话了，等会儿，哎，来电话了，哎，哎呀，那谁是宝贝儿啊？啊，不是处对象了，没，老公处对象了，哎，宝贝儿是谁？你还我，谁是宝贝儿啊？还我，谁是宝？贝达哥怎么接吗？哎，这知道备注是宝贝儿啊？我给老板的备注也是宝贝儿。毛子，你又换十四了？那位。最近入手十四的机主们，入手这个手机膜太合适了，还有蓝宝石镜头膜，更好的保护十四的镜头。